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晚安，谢谢各位今天来到 IVX Taiwan 吕强的新歌发表会。这个 showcase 呢，我们特别请了专业的音乐老师比照演唱会 live band 来为大家呈现今晚的节目。我们先给几位乐手们拍拍手，谢谢。不是放卡拉唱歌啊，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吕强的实力。当然，许多朋友啊，不管您是来自哪里，应该都知道 IVX Taiwan 很久没有推出新人，所以这一次呢，真的是卯足了全劲。当然，在培训一年多的过程当中呢，也象征着因为他够强，所以 IVX Taiwan 全力以赴。吕强到底有多强？他名字就有一个强，所以他真的很强。而且他的名字有一种迷幻的感觉。我必须老实承认，当时我接到这工作的时候，我以为滨崎步要来 Ayumi， 结果一看，不是呢，可是反而引起我的好奇。这些好奇呢，需要得到一些解答。马上欢迎 IVX Taiwan 的董事总经理宫崎先生上台为大家解答。小舅桑，好，小舅，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先请宫崎先生跟所有的贵宾，大家冒着雨前来支持你啊。大家晚安，我们的老朋友哈，先跟我们大家做个开场白，尤其可能大家有很多好奇，对于这位你们重金打造的新人。好好，我们这个 AVX 台湾其实很久没有推出这个华人新人哈，这一次就很幸运的签下这个吕强、阿木椅未来的歌姬我们那个接下来，因为那个他很会唱歌声音就很特别，而且年轻，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风格来，我们希望就带来有一个台湾的新世代的一个美声的这样子的一起加油。对，他真的年纪很轻哎，对，他很会唱歌，他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也入围过金曲奖。对，绝对实力很坚强，所以现在要在 IVX Taiwan 正式的 Major Debut 就是主流出道，有劳你们的支持，谢谢。好，谢谢。你的中文根本就是跟台湾人是一样的。您在台湾待了几年？我们认识几年了？快二十年吧。快二十年了。我1998来，就是快二十年。哇，你看他可以这样对答如流哎、哦，你以前头发没有那么白，对不对？我记得。我只看了三十年了，二十年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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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宫崎总经理。永远都是笑容满面，那最重要的是那个宫崎总经理的那种拼搏的能力跟他的毅力，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眼光。现在呢，我们就先透过以下的影片来稍微认识一下吕强。爱让人更大可以更慢。2013年金曲奖，当时18岁的吕强阿木椅以一张独立发行的音乐专辑提名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竞争激烈的金曲盛会，让年轻的吕强阿木椅有兴奋，更有失落。不过因此让吕强阿木椅正式展开了他的歌姬之路。现在23岁的吕强阿木椅唱腔带有独一无二的灵魂风味，不但辨识度高，而且低沉时带有甜雅，高音的弹性十足，同时充满了青春的爆发力，血液中奔流着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的音乐节奏感，是华人音乐世界中难得一见的一颗宝石。已经从大学完成学业的吕强阿木椅2016年正式加入了 AVX Taiwan， 而且以他的原住民语名字阿木椅作为正式艺名。他的主流出道首张专辑 Oh Love 即将在今晚午夜12点专辑全世界数位发行，让世界听到这位年轻的歌姬最震撼的声音。这张专辑的名称 Oh Love 是代表什么意义呢？ Oh 可以是惊叹词 Oh，
赞扬爱的神奇。O 也是形状、圆形，代表圆满、爱与和谐的追求。O 也是数字零，代表的是在爱的面前，我们都要从零开始学习爱。而 O 的字母标示法，来自于互联网世代年轻人常用的简讯简写法，把习惯的 O 改成为 O Love。看见的同时，您也会在耳边回想起吕强、阿木伊的歌声。从听觉到视觉，完全出自于新世代的观点。Oh Love 专辑的音乐团队充满活力与想法，让横跨各世代的制作人齐聚一堂，一同打造专辑里的各样曲风。而 FX Taiwan 也全力应援，让 Oh Love 专辑除了有三首主打单曲，同时还有多达五首歌曲成为戏剧的主题曲及插曲，这在当今的华语音乐圈可说是罕见的大手笔，可见公司对吕强、阿木伊深具信心。今晚我们请您亲耳见证 FX Taiwan 华语新世代的年度新人吕强、阿木伊，请听他歌声中的魅力，让他的声音征服您挑剔的耳朵。